晚安，我是 JM。 大家通常来京都会在京都车站下车，没计划去其他地方的话，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 JR 京都下一站是山科。在一般京都市中心的京都人心中，山科给人比较像是京都的蛋白区那样，也就是比较偏乡下的感觉。其实山科人杰地灵，食衣住行娱乐德智体群每样样都不缺啊，而且处处名胜古迹神社寺庙任君选择，我觉得真的很推荐，真的很棒，给乔治一点机会出来刷一下存在。乔治本人每天都活得很好，本人每天都活得。山科输水，这里是位于山科的琵琶湖输水道，樱花和油菜花两两相辅相成，只在这个区域也是不容错过的，模拟一下走在油菜花里吧。这个高度就是模拟地精走在花丛里。拨开了面前层层叠叠的花叶后，就这么不经意地抬头一望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啊啊，樱花开得怎么这么美啊，天气怎么这么差啊啊啊啊啊，妈耶。樱花是输水道的绿色植栽，油菜花是居民努力下维持的景色，美景也是得来不易。那来走近一点看看樱花吧。 iPhone 6拍影片就已经是万分勉强了。好像有奇怪的影片混进去了，近拍还是照片效果比较好。沿着上游走，现在开始樱花一枝独秀，油菜花渐渐慢慢没了踪影，听着水声潺潺，踏着樱花花瓣缓缓前行。在这里就会看到输水口和樱花，也是百搭不厌的拍照好景色，每一阵每一阵都是明信片。输水道还可以乘坐轻快小船赏樱，从山科站走过来大概要15分钟，爬点小山坡走进山里，就可以收获黄色粉红的缤纷世界，棒棒。